哎呀，我看着我这就我身边的人呢啊，我都不认识，但是他们认识我，说的哎呀李老师，哎呀李老师都这样干。我看完了以后，我站起来了，哎呀把我激动啊！我一回头，我看见导演了，我说。那是在政协礼堂看的，观众满满的，我就大声的喊：“观众朋友们，别走，导演在这儿呢！”没错，全体观众没有走的。这个时候，我跑过去，导演，结果呢，导演说。咱们上台，我们就上台了。整个政协礼堂里头，哇，这都没有，对，都没有。你也吓一跳。我在台上给我吓一跳。